杨颖像生过小孩的人吗？美人鱼抹胸 T 恤太敢穿，默默放下鸡腿。杨颖在娱乐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明星，尽管演技有时候被大家吐槽，但是杨颖一直勇往直前，坚持自我，同时也不断突破自我，也让大家看到了杨颖努力的一面。其实除了演技有了提升，我杨颖本身颜值和气质也是很出众的，她的穿搭也一直非常时尚，不管是礼服还是私服都非常可。美人鱼抹胸 T 恤太敢穿，裸色的内搭撞上深紫色的抹胸，非常像美人鱼一样。虽然杨颖生过小孩，但是杨颖的身材不得不说依然很完美呀，保持得很好，而且穿衣也是很大胆的，展现与以往率性不同的性感甜美，而且黑色的披肩也增添了杨颖的气质，黑色流苏短裤展现美腿，谁不羡慕？而且银色的耳饰也非常大气，